个，他们给陈建斌老师做鬼畜，就是四郎老唱这个歌。陈建斌吧。喂，雪琴。不是你不用接，你不用接，我通过给你打电话，让那个张彦成听一下这个你。啊？什么意思、啊？我听一下你的彩铃。啊、哦，叭叭叭叭，对，因为今天那个你就是这个歌。噜噜噜噜，风轻轻。你是通过彩铃听？对，你就这么没有会员吗？对，我。你别接啊！你别接。爸爸爸爸。噜噜噜噜噜噜噜。我缓缓缓。你坏，你坏。然后呢？我接。这是正经歌，听听人家正经怎么唱的。这种动作，哎，这个行，或者这个，可以，这咋弄啊？你快学一下，我看不懂。你快学一下。再来一遍，老师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璇璇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再提供一个动作。噔噔噔噔噔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腰扭的。我们两个像个别再搞这个了，丢人。谢谢璇姐啊，好难啊。迷人的魔力，超活力，无比的天。可以，我有我们两个 freestyle 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再多的设计，不过当下的碰撞。对，是不是？别设计了。表演不需要设计，也是不就是这样吗？不能设计，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。对，表达一下就是你的另一位兄弟不在的日子里，梦姐对你的照顾。我另一位兄弟不在的时候，梦姐成了我的好兄弟。是的，让我在桃花坞还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。对，如果不是梦姐，这个桃花坞我还是要留下去。那不行。如果不是梦姐，我这个头我……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才反应过来。我的天！梦姐可太好了，就梦姐能够让人快乐，对，这个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唱的怎么样，我就完全不重要了。现在你就不会错错，这个已经被微妙了。OK， 我是红绿色盲。都被八绿的，绿的杰西路没来，运气八颗星，我甘愿上来。啊哈啊哈，请你今晚跟我唱，就 OK 了，你大家知道吗？没事，来慢慢来哈。哎，黄姐的，你再来，来，我们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在这里写字，写个月亮两个字。OK， 你看怎样 ？OK， 不起，对。哎呀，不好穿啊！我没有麦克风，大喊，我们一起大喊。箭头，这是设计。起听，哎呀，好掉！我早上起来就想薅他们。看出来了，这个功底二十多年的功底没白，真的基本功，这个童子功一点没落呀，真的不愧是秀人，看根本看不过来那个词是吧，梦姐？那你咋不唱呢？不想唱，唱多了。一提到唱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就是我不想唱歌，因为我确实唱了很多的歌了，然后我在很多的地方唱歌，那我觉得桃花坞对我是家一样的地方。如果我唱起歌来可能太认真了，又会觉得不像桃花坞的我自己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在这里的状态是很轻松的。嗯，
界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哦，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刺爱让人的季节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他们爸爸这人呐，特好干净。多珍一进了这院门，就借窗根抄起把掸子，脚腿伸伸，乖的来乖的去，且挨那儿乖的呢。他们何家祖上是丰润人，我16岁生就嫁到何家，转年冬天我就生了老大，这底下一溜7个，最后人儿就落下这4个。我39岁生，他爸爸就走了。我守了40年的寡，最难受的时候哎，就是他爸爸走那阵儿，临死前落下话了，告让给送回老家去，哪儿那么容易呀？你男人死了，何家破败了，你一寡妇拉扯着一堆孩子，人都是势利眼。冰棺多难，我把你给送回去了。多生我到你那步，我可不给孩子们添那么大的麻烦。宗七，我对得起你们何家嘞，这么些孩子我都拉扯起来了，我一个人都把他们培养成人了。你呀，你这招着这要带我走呢，没住上新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哼，我哎呦嗨，这个歌大妈来了，不是你不用接，我通过给你打电话让那个张彦成听一下这个你啊，什么意思、啊、我听一下你的彩铃哦，爸爸爸爸、啊、对，因为今天那个你就是这个歌，噜噜噜噜，风轻轻，你是通过彩铃听，对对，你就这么没有会员吗？对，我你别接啊，你别接，爸爸爸爸就跳舞，1、2、3、4。
然后还有啥来着？这是他的扭胯是啥啊？对，这样可以对吧？嗯。然后就随便吧，我们随机应变吧，看旁边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好，旁边人是我们呀。好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唱唱那个爸爸爸爸，我想听你唱。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。我不会他，不会听他唱，只会那个风轻轻。对，老搞笑了那个。爸爸爸爸，妈呀，甜的我现在就想背你。滚。滚。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。我好力，怎么样，老师？对我，尝试呢，在这儿。老师，他突然展现自己的唱歌功底来了。不是，就是，虽然后面高嘛，就是对女生来说有点低，是不是很低？那你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吗？那你就唱和声啊，可以，你教我和声呗，我给你录一个，行。甜甜蜜蜜的暧昧，在热恋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应该是这样，发给我。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，就在风口上练吗？我们上刚刚大师课结束了，你没偷听到啊？大师课，哎呀，我师傅在，康健的师傅，师傅在，康健的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哎呀妈呀，我在给人干活呢，这可是我那个精心调教过的学生啊。单一纯首位大弟子，非常委婉。我金嗓子，单一纯首位大弟子，我是金嗓子，81分呢我。王新月他确实唱歌更有感情一些。我是金嗓子，81分呢我。但是王子奇的稳定性会比王新月的更好一点。单一纯首位大弟子，上通话念一遍给我听。絮絮回往，乘熟玉碧池里玩耍。好，非常好，来，这样你先念一下，试一下。入六沙雷，七往科七许减减两。映衬一月泥，露烟虚，孤胆泪满唱。这两句很好，但这句我们一定要跟唱，试一下，来这唱吧。一瞬间，一瞬间。你的上通话是吧？不是，我在模仿粤语啊。哦，也是也可以。你就看着他，你用一种你想象中的粤语来唱他。你对粤语有一种想象。行，你为了达到这种想象不断的努力。行，我们一遍一遍的。好好，来，还是从这里。非常好。哎，很好。着我方向，你就像海中的波浪，对着我成长。我明白你的回答，温柔的对话，老天其实没有办法。不被感动吧，我不说话。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万世代？等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是永远只找也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u're ready to know 70的年代。哎呀 ，Hello， 丹妈，听说你的805厅要重新开业了，说你的舞厅在那个桃花坞再续前缘，再创辉煌。然后等我回来再和您一起蹦迪，想你，然后祝今天开业顺顺利利，耶、都没睡醒呢，我看也是。其实白金歌会刚开始出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就产生了很强的抵触情绪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唱歌不好听，但是当我选择人歌之后，人歌一直在鼓励我，一直用他的音乐去配合我，想方设法的为这个作品去打磨，去增加一些新的元素。他找到了一种让我参与这个音乐的方式。我知道自己很难做到，但是我仍然说，哦，我愿意去尝试，我愿意去改变。就是那种互动，那种感觉，我非常的开心。那一刻非常的就是治愈，真的是非常的
让我感受到温暖。来自中世纪轻轻歌，有一块我龙胸。落叶总是轻轻满心，流过的梦与泪。因为我知道那个舞台对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，只要上台，他们就是很想弄好，就是不想让人和歌的努力白费。哇，又有人投了10块钱许愿。今晚呢？千千阙歌，一切顺利。反正就差点意思吧，反正就挺，但我真心想帮仁哥弄好，因为很感谢他那一天在一直在帮我，一直在鼓励我。真的，那一刻我没弄好，我还挺自责的，挺，哎呀，珊姐。嗯，虽然我被评为了白嗓子，但是我这个底子还行吧。我一直都是非常看好你的，我们两个搭配贼好。你做金嗓子，我做白嗓子，咱俩搭配干活不累。对，就像咱们这个经典有机 A2 鲜牛奶一样，一瓶鲜奶双份呵护，它既有高原有机的高品质，又有原生 A2 的高营养，它的 A2 蛋白高达10克呢。有了经典有机 A2 鲜牛奶，加上我们齐心协力，今晚一定行。马下吧，碰杯。碰杯。宝宝如果喝完牛奶之后拉肚子，可能就是你的牛奶没选对。这款经典有机 A2 鲜牛奶，原生 A2 蛋白升级到了10克，亲和营养，舒适好吸收。宝宝喝完了之后呢，不拉肚子，吃麻麻香。今天有机 A2 鲜牛奶呢，来自3年进化的高原有机牧场，筛选仅存30%的纯正 A2 型基因的奶牛，既有高原有机的高品质，又有原生 A2 的高营养。一瓶鲜奶双份呵护，不仅适合小宝宝们，也适合我们这些肠胃娇嫩的大宝宝们，大家一起尝尝吧。孟姐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呈现最炸裂的舞台。当然了，我们这必须得好好练习，拍起来。好，我要给你呈现一个更炸裂的东西。什么呀？听听我们的音乐啊。妈，你往这一靠，音乐就过去了。就这么简单。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u are ready to know。我们继续好好练习吧。好的。